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给大家做一道腊肉炒花菜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花菜吸收汤汁的能力很强，而且还能保证炒完后脆脆的口感，和腊肉搭配一起炒，就是一道很费米饭的家常菜。先把花菜切开，再用手撕成小块。如果不焯水，花菜还用于盐水浸泡，清洗干净。两根小米椒切成圈，用来增加菜品的色彩。大蒜粒要多一点，切成片，不要切得太薄，不然一下锅就炒干了。青蒜苗拍一拍更香，切成段，起锅的时候放，也可以用小葱，不过蒜苗的辛香味是小葱无法取代的。取一块腊肉放入锅中先蒸20分钟，再拿来炒才会更好吃。取出切成宽条备用。食材都准备好了，开始烹饪。先把花菜焯个水，蔬菜焯水加盐和油就不会败色。水开下入花菜，等水再次沸腾就捞出沥干。把锅中的油烧到微微冒烟，开小火下入花椒爆香，随后下入蒜片炒香，再加入腊肉，把腊肉炒香，炒出肉中的咸油。腊肉大概炒1分钟左右，把火调到大火，再加入小米椒和花菜，沿着锅边淋入料酒翻炒，让腊肉中的咸油随着锅气进入花菜中。翻炒几下开始调味，加入蚝油，沿着边淋入生抽、白糖，再加一点胡椒粉，再次翻炒，让花菜入味。最后把蒜苗在锅中烫一下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蒜苗不要炒得太熟，炒熟了就不香了。我在刚哥这腊肉不要钱随便吃，所以放的有点多。不过这道菜毕竟是吃花菜，腊肉是用来提香的，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。好了，我去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